你是办教育的，你最后所有衡量你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的那杆尺子，都在看你成就了多少人。前面我们讲，你得看见那张图，你得看见那件事儿。最后的嘱咐是，你得看见那个人。这个嘱咐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对啊，我们一睁眼看到的全是人，怎么会看不见人呢？哎，别慌说这句大话，有的人不好看得见。举个例子说，教育，一个老师上了课堂，他是不是觉得我看见的当然是人？真的吗？你真的看见的是人吗？你看见的难道不是一口一口接住你的知识的锅吗？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校想尽办法让学生刷题？你真的觉得刷题的方法有效啊？你觉得多做一套卷子他的成绩可能就好一点？这似乎就是有人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方法呀。这在多少学校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几年我自己身后有一个高人，李希贵校长。李希贵以及他领导的十一学校这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成为我个人乃至于是整个我们公司的精神后花园。每当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这所后花园里去逛逛，看看能够得到什么启发。李希贵校长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他说，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这句话基本可以打开现在很多教育难题的锁。我们自己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喜欢哪个老师，所以我哪门课功课就好。教育不是知识和人的关系，教育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么简单。你喜欢这个老师，所以你这门课就学得好。你看，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知识这个中介，我们就可以让人变得好。人和人的关系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刷题也能成就一个好学生，得看见那个人。我知道李希贵校长的很多故事，有的是我亲耳听他说，有的是我听过别人的转述。就在最近有一次他主持的校长培训当中，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比如说一个学校组织春游，学生上了大巴车，老师上车开始点人数，这个场景很普通吧？那老师能这么点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可以这么点吗？不可以，因为你这是点猪的方法。你认识到现在你对面的是人吗？如果是人，你就要掏出那个花名册，喊他的名字。当他举手示意我到了，你要冲他点头示意，嗯 ，get 到了。这是点学生的方法。你看得到背后的人吗？当你手里有一个花名册，用于看谁迟到谁早退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学生迟到了，你可以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个叉吗？不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活人。你不能在一个活人的名字旁边画叉，否则你看到的就只是这三个字的符号，你没有看见人。就在这次校长培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大家模拟去解决一个组织的难题，就发现这个组织结构设计的不好，有一个副总，这个职位设计的多余，就把这个职位给取消，然后现在这个副总呢也没地儿安，就直接让他到一线去当搬运工。这是一次组织改造的沙盘模拟。但是你如果真的在这家公司呢，你真的跟这个副总是同事呢，你想想看，他从一线干到了副总，他应该岁数也上了一些，他有他的苦劳和疲劳和功劳，他有他的家人，他有他的社会网络。一个人到了这把岁数，你能让他去到一线
去干搬运工吗？你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只看到了那个组织结构图？你忘了，这很可能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这就是一个教育家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前不久，我们在一个城市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有分会场，有主会场。有一位德道高音院当地的同学，他报名当了会场的志愿者，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当所有人从分会场向主会场转进的时候，他就默认自己是志愿者嘛，他也就跟着来了。但到了主会场的时候，他忘了一件事，就他没买票。但是你想，一个志愿者默认自己可以进会场，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而那一天，我们的同事在主会场门口，因为他没有票，没有让他进。而认识他的我们的同事，因为各种阴错阳差吧，当时也不在现场，这件事情就没有解决。当时这个城市正下着瓢泼大雨，而这位德道高音院的同学是当地一家响当当的律所的合伙人，我们居然这样对待了人家。我自己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当然是抱歉，深度的抱歉。那第二个感觉是羞愤，但这个羞愤我又何处去告他，何处去诉他，我能怪罪谁？难道那个守门的同事不应该这样做吗？我们从小都学过那个故事，连列宁同志进门也得有证啊。他守卫他的规则有错吗？否则你需要人在那守门吗？但是如果这样的同学我们都没有一种能力把他识别出来，这是帮我们的同学，这是志愿者，我们得想尽办法让他进门。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还办什么教育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灵魂冲击。我们真的看得到人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真的是一所学校吗？我们老说得到是一所学校，或者说我们的愿景是办一所全球领先的终身学习的学校，这不是在吹牛，各位，这不是在吹牛。因为现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组织，它的同一个躯壳里面一定装着两个灵魂，第一个灵魂是企业，第二个灵魂是学校。企业这个灵魂用于追逐效率和增长，而学校这个灵魂用于追逐和社会的嵌入关系以及成就人。真的，每一个组织都这样，即使是办得很烂，老板特别凶残的公司，你说他身上就一点学校的影子都没有吗？他只要想把自己的货卖掉，他多少得给这个社会贡献点价值，嵌入这个社会。只要他还有一个员工，这个员工在这儿的经历就一定会学到点什么，成长点什么。所以不同的组织只不过企业和学校这两个灵魂的配比不同而已，都在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至少对于我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得想尽办法把自己躯壳里面原本就有的那个学校的灵魂给唤醒。唤醒它的方式就是能够看到人。你是办教育的，你最后所有衡量你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的那杆尺子都在看你成就了多少人。对，你看见那个人了吗？我们看不见，我们就对不住我们说出去的这句话。过去一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启发，
这是我作为本任董事长卸任之前一定要告诉你们的话，叫把用户当校友。我们就假设我们在办一所学校，所有的用户，包括现在已经把得到 APP 卸载过的用户，他总在你这儿待过吧？你这个学校是不是就得认人家这个校友？那请问学校和校友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你发现非常奇妙，几乎所有的公司看待自己的用户都只有公司和用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就是我对你好，条件是你以我期待的方式对我好，对吧？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这是公司和用户。可是你发现没有，学校和他的校友之间不是这种关系。请问你们上学的时候骂过自己学校吗？骂过。你真觉得自己学校特别好吗？不会。甚至我的老校长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什么是母校，就是自己可以骂别人不能骂的那个学校就是母校，对吧？那学校和校友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就是我们可以一辈子不打交道，不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因为母校的存在而你感受到的那个支持性的力量。我多次讲过，比如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母校是华中科技大学，我其实也没回去过，因为我是一文科生，我在一科技大学里面我的存在感是很低的，我们那个系刚开始是很边缘化的。那什么时候呢？当有一天告诉我微信的创始人张小龙是我们学校的时候，我骄傲地拍着旁边的人说，嗯，跟我是校友。前几年当我得知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给弄起来，我跟旁边的人悲愤地说，那是我校友。还有第一次我见到卓克卓老板，我请求他来得到做客的时候，我亮出来的第一张牌就是我们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我们是校友。我这一生亏欠我的母校真的也挺多的了，我用过他老人家的品牌很多次来完成我的目的。我跟母校没有关系，我跟他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道，但是一点儿都没有影响他在那里，并且给我支撑。这是学校和校友之间的关系。所谓你把自己办成一所学校，所谓你把用户看成是校友，这不是什么漂亮话，这是绳索来着，这是约束来着，这是你不能迈过去的那道坎来着。这就是我想对继任董事长讲的第三句话。